些东西呀、啊？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加一些声音在里面啊。对，我们之前不是有学过节奏乐器吗？那如果我们把节奏乐器还有偶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小朋友应该会觉得很有趣吧？那要怎么做啊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乐器怎么躲猫猫吧。猜猜我是谁？鳄鱼。对，是鳄鱼。鳄鱼妈妈、鳄鱼宝宝变成高低木鱼啦。那我们一起来演奏乐曲吧。两只鳄鱼，两只鳄鱼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变成高低木鱼，变成高低木鱼，真有趣，真有趣。他猜我是谁？小鸡。对，是小鸡。小鸡变出手指铜板喽。那我们来演奏一首乐曲。狮子。对，是狮子。狮子变成手鼓了。让我们来演奏一首乐曲吧。我是狮子，嘴巴大，什么动物我都吃得下。大家看见我都怕，森林之王是我，就是我。猜猜我是谁？刺猬。对，是刺猬。变成摇铃哦。那我们来演奏一首乐曲吧。我是小刺猬，我是小刺猬，我是神奇小刺猬。嘿嘿。就是爱生气，就是爱生气，我是神奇小刺猬。嘿嘿。我是谁？螃蟹。长颈鹿。对，是长颈鹿。变成刮胡哟。那我们来演奏一首乐曲吧。长颈鹿呀，长颈鹿，长长的脖子爱跑步。长颈鹿呀，长颈鹿，长长的脖子真是酷。哇，我们的偶真的都跟节奏乐器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幼儿园说故事，看小朋友是不是觉得我们故事很有趣吧。